覺得咧，網絡咧係一個非常之自由嘅世界，而且即係所有嘅網絡嘅電台或者係電視台咧，根本係多不勝數。網絡嘅特色咧就係性格，唔同嘅網台有唔同嘅性格，而網絡嘅觀眾亦都有佢自己嘅選擇。咁因此咧，即係對於網絡去實施平等時間咧，其實係唔現實嘅。即係我想網絡自己，由於佢係眾多嘅原因咧，無論佢嗰個舉辦嘅人、經營嘅人，或者係上網台裏面收資訊嘅人、參與嘅人咧，都早有自己嘅立場同埋選擇㗎啦。平等時間未必係適合嘅。